把球杆的后段抬高，打加赛球可以打出拐弯球的效果。打拐弯球需要注意三点：手架立高，并且保持稳固，出杆时发力短而快，出杆的瞬间球杆的坡度保持不变。打之前先设计好拐弯的线路，弧线的前半段取决于球杆的方向，球杆朝这里，白球就会往这里跑，球杆朝右边，白球就会朝右边跑。弧线的后半段想往左拐弯，就打白球的左半边，想往右拐弯，就打白球的右半边。如果想要拐弯的弧度越大，杆尾就要抬得越高，这样才能将水平的力量